的魔力苏醒在破晓，监狱魔法的大陆在燃烧，文明的祷告谁去祈祷，知天地之火深渊血战魔成功，地龙之歌正在咆哮，发誓间的竞争浩渺，地精战场飞艇制造，迷雾之间精灵祷告，天堂里地狱里总有吹不散的杀意，逃不离出不去，永远洗不清的过去，深渊之中恶魔笑，爱人城堡地火永燃爆，海王之基顶地角，兽人之国祭祀战鼓叫，绝只敢穿星空，魔法剑士齐聚拢，战未免和山石与共，战未免直到早晨。法神大人会保护我们的。啊，法神大人是谁啊？他是斯特恩大陆最后的魔法师，他就在城池中央的法兰之塔里守护着我们。有法神大人在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爷爷，魔法师是什么？魔法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群人，他们可以深入深渊与恶魔战斗，潜入海底和海族交易，行走在巨龙之岛，掌握古老的龙语，有毁天灭地的实力，无所不能。可是现在的斯特恩大陆上只有法神大人一个魔法师了。奶奶以后也要成为一名魔法师。唉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再也出不了新的魔法师了。啊，那娜娜长大后就嫁给法神大人。啊，切！谁又在咒我啊？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8年了，凭什么别人在异界都能混得风生水起？我却只能当个图书管理员，兼职机修工。唉，怎么回事？虚空风暴又进入活动期了。糟了，苍穹大阵！现在只能看法神大人了。啊！不知道这座苍穹大阵还能坚持多久。如今是末法历2000年，全盛时期的大陆曾经孕育出过无数的强者，法神、剑神、
黑暗龙王、精灵女皇、比蒙王，可三千年前的一场黑暗动乱，辉煌的一切都消失了。天地间的魔法元素越来越稀薄。也不知道这法兰之塔还能坚持多久。天火燎原，十二级境程，哼，今天就是你了。听说法兰之塔中藏有我们斯特恩大陆几万年来的所有魔法典籍，这可是大陆无数魔法师的智慧结晶啊。这些典籍现在都由法神大人一个人守护，为了守护他们，法神大人已经十多年没有离开过法兰之塔了。法神大人真是太伟大了。嗯，好爽啊！魔法书擦起来果然柔软，这么厚一本够我用一个礼拜了。魔法力后，魔法师们为了生存建造出了苍穹守护大阵，可是让虚空风暴那天不消失，这片大陆就只能走向毁灭。嗯，那是什么？不要，我还是个处男啊！叶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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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竟敢在我的魔药课上睡觉！这里是教室。水球术？难道我在做梦？还没睡醒吗？要不要老师再来个水球术给你醒醒脑子？大陆上的魔法元素什么时候可以施展出水球术了？叶璇啊，你不会是被砸傻了吧？云老师发起怒来比黑暗魔龙都要恐怖。兄弟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云老师，哎，我不是在法兰之塔吗？我没死，难道我竟然回到了三千年前，成为了西斯魔法学院的一名学生。我叶璇一定要成为这个大陆上最伟大的魔法师。